说实话，其实我是完全不会做菜的。但是，你很会狼人杀，但不会做菜。对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相信我有新手运，而且我今天有带了一个秘密武器。好。待会你们就会知道了。做料理呢，虽然我没有很多经验，但是我会用心做。那如果不好吃的话，我可能还可以唱首歌给你们听。最少就是好。有熟就好，对对对，这也是我的目标。好的，如果想听唱唱歌，待会分数不要给太高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派出我们新加坡代表，料理是拉萨海鲜意大利面，女生最爱的。对对对，因为通常拉萨呢是直接那个汤面，但是这次呢我们跟那个意大利面做一个结合，中西合并。我们待会儿呢会用那个虾壳放在那个油上面，先让那个油比较香。哦，中火吗？对，中火可以。中火。三哥，锅子要热再倒油吗？为什么你笑得有点心虚？锅子要热再倒油吗？因为我不想跟我一样，怎么样？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做，第一次做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会蛮好吃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把那个虾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它转一转。对对对，每个地方都有油。对，要先转一下。对。啊，水不要下去，不然会喷哦。好，你们小心哦。好。你们好远哦！还好还好 ，OK。就听第一个声音就知道不会喷了。嗯，好，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不太会做菜，所以我想帮你找一个小帮手。我们找一个小帮手来帮你好不好？贝娜，贝娜，你可以来帮忙一下吗？来，你给他，你给他，帮他入位一下吗？那个，就像你帮他，你帮他从后面，从后面，从后面，越来越后面。先把那个虾壳捞出来，捞出来了。那你帮他拿这个好了。好好好，好香哦。好香，好甜哦。拿掉虾壳之后，就把那些那个香料、那些蒜啊，以及那些这个洋葱。谢谢贝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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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就是把这些香料全部倒进去，先弄那个。不是王令良啊 ？OK， 好嘞，可以。好，那我就放了哦。好。我就是当厨师的。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这个是酒。对，我这个是最后。对，最后。是最后才放的。今天这是考验主持人。OK OK OK。好，加蒜头，加蒜头，加蒜头，好香，味道有出来，九层塔的味道。有有，那个太早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是这个是那个拉萨酱，对，拉萨酱，拉萨酱，搅拌一下嘛。对对，好。要加一点水吗？一点水就好。一点。对，好像两个主持人，你知道吗？是用嘴巴做菜。我就啊对啊，我是可以边我的最大强项是边做菜边唱歌。好，来来来来唱一下唱一下。哦，刚最近有一首狼人杀的歌就好听好听。天黑请闭眼，我在你身边，却测不出你雪藏的难眠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唱一个快歌。先放进去，然后煮到那个蛤蜊打开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面放进去了哦。哦，对对，蛤蜊先放，蛤蜊的汤不要下去，蛤蜊汤会有味道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可以继续唱歌。受不了了，该怎么进退？你狼狈发言，那些语言都成了亏欠。黑青闭眼，爱在你身边，毒药是谁给女巫的惩戒？有没有再加一点水啊？加点是不是太干了？会不会太干？我试试看哦。会。好。OK。我可以帮你吗？这边这边可以，请帮我。你这样我看这个好痛苦啊！
因为他在草上好像很害怕那个海鲜会受伤一样。你在旁边可以唱歌啦。好，我可以唱歌。你还是有点事来唱一下。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norita. I wish I could pretend I didn't need ya, but every time you touch me, 你就回错了。超妙吗？到底是谁在煮、啊？是还是我们姜面？水味道应该 OK 啦。OK， 姜面，好，你可以下面了。最后是姜面。哎，邱泽下面给我们吃喽。好奇，全身分别慌神，这游戏无法天真，多么认真，三更半夜都还在这，奋不顾身，满是伤痕，叫人沉沦，危险迷人。是不是觉得尴尬？有一点点。歌声很好听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从下面这样要收干吧，这样翻就好了。好，好的。这样可以这样吗？好，一点点就好了。连制作单位也是要加入的。还是你们要不要一个人进来一起？我这样子，我这样子。你能不能开一点？对对。好，嚼。其实我是故意的，因为我会觉得会比较好吃。我也觉得，我们这边好有爱哦。我懂你的故意。其实应该差不多。你不要怕他受伤，因为他已经走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你要不要选的？不要选的。九层塔先放一点进去拌一拌，然后最后再放一点在上面留颜色就好了。很好，你终于学会料理了。来了，好多。不要倒出来啊！小心，好像可以哦。对啊，可以哦。小心。没有大错，没关系。你看，哇，好多啊！不要说话，期待吧，不要说话，期待吧，一道出来吧。分盘，对。你就用夹子一坨一坨放。为什么要用锅子？好，准备试吃。很香哎，我们来试吃一下。OK 哎，OK 不？我知道我们怎么做的那么好吃啊。是我的功劳吗？我因为我刚刚吃到这虾子，连虾子都有入味，对，很好吃，蛤蜊也有，而且不会太老。后面的辣味其实还蛮有，好好吃哦！你好会煮菜哦，谢谢。又会煮菜，记得写分数，记得写分数，好，记得写这个分数。拉沙意大利面，海鲜意大利面，这个一盘480-500，我会买。对。